12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是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执行的首次火箭飞行试验任务。此次任务不仅全面验证了新型运载火箭的各项关键技术，也是对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全面考验。任务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迈入新时代。